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交通小王。今天我们这儿老冷老冷了啊，马上就下雪了。我今天过来，前两天不修个洗衣机嘛，门的密封圈漏了，然后今天到货了，过来给它换上啊。就是这个密封圈，这个是刚买的，刚买的密封圈，刚现在到货了，新的。它那个原来这个地方碎了个口子。现在给它换上啊，现在到地方了，准备更换，把这个安上就行了。这个地方有窟窿眼儿，这个是朝下的，这样对着眼儿。现在已经全部安装完毕，试机一切正常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转发。